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到天狼美食这个频道，我是杜师傅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就是玩鱼片蒸水蛋。材料：蒸蛋200克，清水300克，玩鱼片60克，盐、生抽、葱花各少许。鱼片用少许的盐、油拌均匀腌10分钟左右，蛋水拌匀过密筛。慢火蒸20分钟左右，放少许的生抽、葱花。家常菜，老少咸宜，营养健康，好下饭。谢谢你的分享，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